他这么跟你说的？真的？你关心的事儿还真不少。我的眼睛是绝对不会看错的，我就知道他看安小秋的眼神不一般。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不知道我有个外号叫月老叔吗？就你？还月老叔？笑什么笑？我都撮合过好几对了，都成了。你呀，还是小心点吧。干嘛？担心我说多没嫁不出去啊？我可是赖上你了。赖上我倒不怕，我是怕到时候人家找上门说你乱点鸳鸯谱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言善道了哈。是吗？哎，那可能是近朱者赤吧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这个事儿你最好不要瞎掺和，不是闹着玩的，最起码你得知道这安小秋他是怎么想的。可是我已经给他说过一次了。你啊，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急性子。旁观者清，你懂不懂？哼！哎，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很般配啊？你说呀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像你那么闲，整天的管这个管那个的。你这个人啊，整天只记得交通条例。这是我的工作啊。再说了，这个缘分要是到了，你不管他也能成；这缘分要不到，你怎么管他也成不了。这孩子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？他们今天课外活动，他们下课比较早。别跟我解释啊！你是当姐姐的。小夏，拿起来办公室，晚上咱们谈判吧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让他自己说。大姨，我今天没跟妹妹一起回来，到现在了，妹妹还没回来呢。今儿他们是不是课外活动啊？你干嘛呀，干孩子？没事啊，一会儿回来了去写作业去。哦，你给我回来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，把妹妹一起带回来。行了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小子，你干嘛呀？我做饭去。那我帮你。妈，大姨，你们快看。小宝塞到枕头底下的，这什么时候写的？姐，叮当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着妹妹，你也别回来了，你。麻烦你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年四班黄馨月啊？一个小女孩，大概她这么高的。对不起，没看见。哎，大姐，问一下，我女儿今天来了吗？没有，她今天没有来。哦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，小宝有没有来过你这儿啊？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
他还没回家啊？他来过你这儿，他来过你这儿，你为什么不送他回家啊？我刚才有急事儿啊。你有什么急事儿能比放下一个孩子还重要？我跟那个门卫说，换边他，小宝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是，小秀。小秋，怎么了？小宝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师傅，稍等。今天委屈你了，请你吃的是小饭店，味道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不过我点的宫保鸡丁还不错。又你的宫保鸡丁，我看别的菜你也没少吃。行了你。好了，赶紧上去吧，不然耽误直播了。嗯，一会儿你执勤的时候开车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喂，小秋姐，小宝不见了。没有啊，哎，你别着急，可能是小孩子贪玩。喂，怎么回事？小宝不见了，小秋姐特别着急。那他有没有说在什么时候丢的？他只问我有没有看见小宝，然后就挂电话了。怎么办呀？啊，你别急，这样吧，我回队里看能不能帮上忙，你呢，在你的节目里边看能不能。我明白，明白的。我是爱心方向盘主持人舒平，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恳请大家帮一个忙，为一位心急如焚的母亲寻找她的女儿。这个小女孩年仅8岁，名字叫做小宝，失踪的时候身穿黄色上衣、牛仔裤、扎马尾辫。指挥中心，我是六二零八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失踪儿童小宝有没有消息？失踪儿童小宝有没有消息？先替这位母亲感谢你，小宝，如果你能听到，阿姨希望你快点回到妈妈身边，你妈妈现在非常担心，也非常着急。阿姨知道小宝是最听话的孩子，阿姨也知道小宝是最爱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哪位听众见过这个小女孩，请及时与我们电台联系，我们的电话是96911。在这里我代表这位母亲谢谢你。喂，你好。好，请稍等一下，马上接进去。我是人民医院的急救室，我们这里3分钟前送来了一个小女孩，跟你刚才的描述很像，大约7岁左右，大眼睛，扎着马尾辫。小秋在哪儿啊？在急救室呢。护士，急救室在哪儿？急救室在哪儿？那儿。妈妈疼，别担心，妈妈疼，妈妈，小宝，妈妈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扶不成啊，小宝。小宝最坚强了，小宝最乖了啊！妈，怎么伤成这样了？不怕，妈妈在啊，小宝不怕。大夫，我女儿怎么样啊？伤成这样，是不是都骨折了？会不会有后遗症啊？别担心，没伤到骨头，只是皮外伤，不用那么担心。小秋，你别太紧张了啊。小宝，妈，怎么伤成这样了啊？怎么伤成这样了？老婆，
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错了，妈妈发誓以后再也不打小宝了啊！妈妈永远都陪着小宝，不会离开小宝的。小宝，爸爸，小宝，爸爸啊，小宝，走开！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赶过来干嘛？你走！半夜三更了，你别在医院给我大吼大叫的啊！谁跟你吵了？你走！行了。小宝，这怎么弄呢？这是啊，小宝，我从台阶上摔下来了。小宝，都是爸爸不好，爸爸错了，爸爸改天带你去吃炸鸡啊。小梅，哎，小王总啊，不是那个，你跟出点事儿，那个孩子在医院呢，我能，不是，啊，好，行，我房已经定了，一个大包啊。啊，先这样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我有点事儿先走啊，小宝，爸爸有点事儿，跟人家谈生意，先走了啊。明天我再来看你，好吗？不，小宝，让爸爸走。不，我不要爸爸走。小宝，不，我不要爸爸走。小宝，小宝乖啊。107，107，对对对，黄先生订的。我爸爸要我，黄先生订的，行了啊，行，哎，你这样啊，我爸爸要，我真的走了啊，那我有事儿，小宝，爸爸真的走了啊，别人催得很紧的，谈生意啊，好，小宝，你好好养生，爸爸一定过来啊，爸爸不要走，小宝啊，小宝，哎啊，我听话啊，爸爸，爸爸有急事儿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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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明达，你没看见孩子哭？亲生的女儿啊！不是你喊什么呀？不是有你在吗？我有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在，我是他爸爸吗？啊！我在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成天就是陪人吃软饭。安小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，你算老几啊？当初我跟你说过，我们俩的情况不适合生孩子，你偏要生啊！离婚的时候我说孩子跟我，你偏要要过去。现在怎么样？后悔了吧？你怎么当妈的啊？小宝，天天往我那儿去找我，你干嘛了？你根本不会当妈，只会生不会养，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你啊，你好意思的喊我？你还有脸哭呢？你，黄明达，你谁啊？你喂的！你有病啊你啊？你谁啊？打的就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！你还来劲了你啊？别打了，这是医院，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别打了！这就是你认识的人，整个一个流氓，简直就是混蛋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小生，你继续照顾孩子。来，我要收拾一个畜生，来，你过来。小子，你别来劲啊！我刚才是不给你一般见识。我告诉你，打的就是你，知道吗？打的就是你。谁报的警？哎，我们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同志，我在看我女儿，就是这个人，进来就打了我一拳，我成这样了，啊！黄明达，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呀？怎么了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警察同志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。小秋，你先别吵，行吗？你跟他没什么好解释，就我打的，我打你了，怎么着？老师，我打的怎么着？都跟我回去啊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哎，同志，我晚上还有点急事儿，我不能去啊。你是当事人，必须跟我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走吧。不是，走。你高兴了吧？你们走吧。走吧，老郑。我看这人他畜生都不如，他都当着孩子们说那种话。你说说看，他说的那些话，他还像人话吗？啊？他说安小秋不应该生那个孩子，他说安小秋做什么都失败，这是人说的话啊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行了，别激动了，我能不激动吗？我想着想着我就生气。
韩小秋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他容易吗？他工作工作他找不着，什么时候都没人帮他。他居然能说出那种话来，我听他说话我就想扇他几个大嘴巴。那你想过韩小秋和小宝吗？不管怎样，他们曾经是夫妻，他毕竟是小宝的爸爸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么个王八蛋，他根本他就不配。不管配不配，这是事实。是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，把你也给拖进来了。现在还说这个干嘛？我本身就有责任。不，这事儿的责任完全在我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个警察，跟他们好沟通。这件事跟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是来拉架的。你说当时……好了好了，你就别说了。哎呀，你呀，还是那个死脑筋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警察同志啊，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亏你还是警察呢，也不能克制克制。是，对不起。现在不是谁先动手的问题，对方说他被打伤了。不告人，我打的啊，就我打的，是我打的他。我当时太冲动，总之所有责任都是我。没你什么事儿，我打的，跟他没什么关系。是，只听说过抢功的，没听说过抢罪的。你们是哥们？你来干嘛？看我笑话？你的事儿我不关心。是，你现在是不关心，你有两个男人关心着呢。哎呀，小秋啊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个离了婚之后魅力四射，跟个明星似的了啊。你说话能不能留点口德呀？不要欺人太甚啊。我留点口德，我欺人太甚？你说错了，不是你吗？啊，你别老这么看着我，告诉你啊，我问你，你三番五次来搅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之前跟你打过招呼了，我跟你好好说过了，你还这样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你少来这套，什么为了孩子呀？你是为了孩子啊？你为了孩子这个孩子三番五次的往外跑到我这儿来找我啊？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想把自己给嫁出去？觉得他是累赘了，想把他扔给我，是这么想的吗？你要这么想的，我没关系，我收他。你放心吧。就是我死了，也不会把小宝交给你的。虚伪。好了，等你们的赔款汇到对方的账户上，就彻底的没有事情了。这种事情啊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数的。总之啊，以后要谨慎一些就是了。谢谢啊，徐队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好，有什么事再跟我联系。好，好，徒弟再见。好，再见啊，谢谢啊。好，这钱也算我一份吧，本来也是因为我。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小宝呢？在车里睡觉呢。我去看看。秋，这孩子有点发烧吗？你赶紧带他回家吃点药吧。这事儿别管了。是啊，安姐，赶紧带孩子回家吧，这里有我们呢。嗯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兔叔叔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小宝乖，叔叔过两天就去看你啊。叔叔说话算数。嗯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走吧。小夏，姐，你快跟我讲。
孩子怎么了？长亮，你这一晚上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你急死我了！一晚上大事事儿，根本都忙不过来。慢点啊，他腿都受伤了。哦怎么了？是啊，哎，给孩子拿个体温计，我看他发烧没。不去上学啊，妈妈一会儿就给你请假，快睡吧。妈妈，这叔叔比爸爸好。好，睡吧。好好，不发烧。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晚上回来再跟你说吧。去趟小宝学校，中午不回来吃饭了，顺便出车去。哎，不行，姐，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今天一晚上没睡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吃完饭你再睡一会儿。小宝学校那儿，我去就行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是心疼姐，我真的一大堆事儿呢。我先走了，你帮我照顾小宝啊。喂，中美出租车公司吗？我找你们领导，我要投诉。哎，小秋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没出车啊？出车了呀，我今天上午生意还不错，郊区都跑三趟了。是吗？吃饭了没有？吃过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军师傅，昨天晚上的事都是因为我那个。我是来给你送钱的，还没拿到医药费，我说的要出的吗？你拿回去吧，你这不成心让我难看吗？我没有。昨天的事儿我是有点冲动了，不是想帮你吗？你赶紧拿走，赶紧拿走，你成心让我下不来台呀，这是。那这样吧，我帮你洗车，来，我帮你洗俩月车，肯定能补上。小秋，你看你想什么呢？我原来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来来找我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总之，小秋，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车照样开，钱不少挣。你放心吧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老帮我吧，我特故意不去。我帮你洗车不也是想心里能踏实点吗？怎么了？你心里真的想踏实吗？你这车门好像坏了，我看好几回了都那个关不上。修过好几次了，老车子就是这个样子。老修不好，洗车的时候容易漏水。小秋，我觉得这车和人是一样的，什么都闷得死死的，不适合我们这种人。你就是把自己闷得太死了，你老这样你会憋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什么文化，不太会说话，我就知道我这辆车虽然老了旧了，可是也挺好开的，你只要给它上上油，紧紧螺丝，它还是一辆挺不错的车。我觉得你如果肯给自己加加油鼓鼓气，
这样的话，你能过得轻松，你能过得松快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话不会兜圈子。可成，我没那么笨的。你也喜欢我，对不对？要不是你，干嘛不敢看我？我擦车里呢。心虚了吧？你一定是心虚了，是吗？是不是？郑队长，电话，郑队长。哎，知道了，来了。那个，你别擦了，你坐车里歇会儿吧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情况不大妙啊，我看耿队这回是栽大了，试试蓝调吧。小丁，哎，书记长，怎么了？你快去看看吧，大事不好了，强哥让上面给撤了。撤了？嗯。那他人呢？去交接工作去了。错误了，我弄不懂，一个拉架的警察怎么会被撤职呢？哎呀，你别嚷嚷，这里是警局，又不是外面。走走走，我不走，你跟我去讲清楚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我还有工作没交接完呢，我走了。那你给我讲清楚，什么才算大事儿？好了，我的事情你别管，你也管不了。哎，我刚听说公司他们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，我不知道具体罚了多少，但是这些你能不能不叫我郑师傅？还有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的钱我不要。你怎么了？你把钱收下，我心里会好受一点的。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你是不是非得让我急不可啊？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用左一句对不起，右一句对不起的吧？哎，你有脾气，你可以撒在我身上，你别拿车出气好吗？我大不了我不跟你说对不起了，我也不跟你叫郑师傅。还有，你别跟我提钱。我不提还不行吗？你如果真的想谢我，你去帮我一个忙。嗯，说。我妈就这几天要回家了，她一直跟我说只有我跟你在一起去接他，他才肯回去。打算什么时候接他回去？看看天气吧，总得选个好日子。嗯，是得选个好日子。你答应了吗？不是我不是帮你的忙，我是不想让你失望。谢谢。还说自己不够笨，我是不想让阿姨失那个望了。很长时间没有谈过感情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。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帮我为民？
乖乖，我们的小病号要起床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来拿着，小宝，把这个药吃了，然后浑身就舒服了啊。嗯。嗯，乖，来喝水啊。小姨，嗯，我饿了。哦，饿了是好事儿。你在这儿乖乖的喝水，小姨给你弄饭去啊。嗯。有一位司机同志打来电话，他问从江龙路到兴业开发区怎么走。找到了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位师傅您听好，可以从海口路转弯到朝阳路之后再左转。小宝啊，嗯，跟小姨说说悄悄话，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。你是喜欢你爸爸呢，还是喜欢你妈妈？我喜欢小姨。哼，小马屁精。小宝，你也别怪小姨说话难听哦，你爸爸他啊，真不是个东西，要不是他，哎，算了，你个小孩子家的。我不喜欢爸爸，爸爸不好。现在是下午两点。你不喜欢你爸爸？正是。那你就是喜欢郑伟明叔叔了。书评在这里，为你们准备了一段相声。我们小宝真的长大了，懂事了。那你以后不会再惹妈妈生气了吧？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给妈妈争口气。好。嗯。秀萍，上车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回。我是专门来接你的，不用麻烦了。秀萍，我刚才听你节目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你怎么了？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耿强给撤职了。撤职？都是因为你的事儿。耿强给撤职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是不是误会耿强了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回头跟他们说清楚去。我有什么好急的？人家都说了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没什么好急的。哎，淑萍啊，30%。爸，找我啊！哟，马叔来了。哎，婷婷好。马叔好。婷婷啊。嗯。我让你调查的那个案子，现在查的怎么样了？哦，确实跟您预测的一样，是黄明达的问题。不过爸，我觉得您也不必太在意了，那个生意，他得不了多少钱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仔细看。他怎么会这样呢？婷婷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人靠不住，我没说错吧？爸，好了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早就让他难看了。哦对了，这一次你要和爸爸，哦对了，还有你马叔叔，啊，好好的配合，嗯。我知道你心里也很难过，嗨，算了，看走眼一次算不了什么，啊！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什么？有第一次的背叛，就会有第二次。哼，当初他肯离婚，我就知道他靠不住。我还以为他真的是为了我。婷婷啊，商场就是战场，你心软就给别人得利，而害了你自己。爸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现在心里很乱。什么都不用你做。嗯，爸，您是不是都安排好了？
还没有糊涂。好，这像我的女儿，啊。现在啊，咱们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这小子还跟我耍什么花哨？嫩了点。马总，你尽管放心，王总那边啊，我已经拿到直销权了。只要王总您这个总代理啊肯跟我合作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行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您答应签合同了？既然王老板愿意跟您合作，我这儿肯定不是问题。哎，就是就是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马总，你看要不然咱们这个事儿早点办了啊，有福同享吧。行啊。来来来，喝茶啊。好好。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啊？没什么。对不起啊，耿强。是不是跟你说了？我觉得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连队长都没得当了。没什么，我这样挺好的，光管车不用管人，特轻松。别这么说了，你这么说我心里更难受了。我觉得我特没用，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被我连累了。你别这么想，这个事儿跟你真的没多大关系，别担心了。我昨天见到舒婷了，她情绪不太好，节目也老出错，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。你们？我们挺好的。哎，安姐，再过几分钟就是高峰了吧？你还不赶紧做生意去啊？啊，是啊，机会来了总不能错过，得好好珍惜啊。永强，舒婷是个好姑娘，很难得的一份感情，你别错过了。小宝怎么样了？小宝挺好的，恢复也挺快的。那就好，一定要多陪陪他。安姐，你不用替我操心，我这样挺好的。再说这个事儿跟那天没有多大关系，我们这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。行了，我去上岗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你看，那个就是我女儿。哦，小姑娘这么漂亮啊！从3岁啊就开始学钢琴了，马上都考7级了。是吗？小家伙这么简单啊！不过学钢琴应该是蛮大的一笔费用吧？是啊，先不说一架钢琴要10000多，光是请老师的费用，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快搭进去玩。我女儿还不是一样啊？我让她学画画，就是在烧钱，光材料费呀，一个月都得买好几百。能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家老公啊还想让他学那个小提琴班呢。啊，这将来的孩子哪个不是多才多艺啊？我呀还准备让我女儿再报个书法班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还想再拉几趟呢。你每次都这样，要不就说快了，要不就说马上回去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点心呢，还有水果什么的，你赶紧吃了吧。我觉得你应该很冷呀。那我一会儿吃行吗？不行，你必须现在吃。一会儿吃了不行，不看你吃。
蛋糕。我不是特别饿。听话，吃一个啊。十分钟，就吃十分钟啊。行。吃饭还有规定时间的。那当然了，十分钟能跑好多活呢。你啊，赚钱你不要命你。来，你拿这个。太野蛮了。来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挺好吃的。多吃点。好。钱吧。想在受伤后学会坚强，平凡的人们独守着善良，总想在失望后抓住梦想，明天的我是否真能展翅飞翔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幸福的方向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通向天堂的光。总想在相遇时迎接希望，心底一角落我留着倔强，总想在分离时指着你想，明天的我是否真能地久天长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